老妹老妹，你吃的是啥呀？馋死我了。大哥，我吃的是咱家的脆口章鱼须，肉质特别 Q 弹，紧实又饱满。这样一包啊，250克，回去啊，红烧、辣炒、涮火锅特别好吃。嗯，赶快给我来200块钱的。200块钱你指定吃不完。200块钱还能买几包呀？那你听我来给你介绍介绍啊。这个是咱家脆口章鱼须，2包、4包、6包、8包，大哥是咱家粉丝吧？是啊。那行，是咱家粉丝给您送2包章鱼须，2包这样的章鱼须。今天啊，就给我点个小红心，我再给您送上2包，满满一大箱，只需要2个9，还给您包。